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六期《幽冥录》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打败了不是打败游指挥使，我们追到游指挥使，但是没有救到孟婆的孩子，然后孟婆成为了我们那个四个兄弟妹，孟婆、罗莎、敖广跟严丹森结交为一兄妹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个主线关卡是生死判之府会巨寇。严丹森等人收留了无依无靠的孟宪师，而他的自夫君念生身上学来的逆中和探查记忆，亦补足众人原先在情报收集上的不足。一日，两帮弟子忽然来报，城中帮众遭到新伤的杭州知府擒住，据传此人不但雷厉风行，武功更是高强。严丹森正纳闷间，忽见山下火光冲天。帮主，不好啦！什么事？好吵闹啊！你们可不是又抢拿下了鱼吧？不是啊，帮主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，告诉你们多少次，各家鱼货都分配好的别月界，你们这些饭桶，偏偏当耳边风。帮主，是老黄他们给官府抓了，午后便要问斩。午后问斩？混账东西，想到日上三竿的，你才来报，又有何用？哎，他们干了啥事？老黄他们一早收完了税银，便到太白楼喝了烂醉，不知怎么的，和酒楼里的掌柜和小二起了冲突，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妈的，就会给老子找麻烦。帮主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你们来瞎嚷嚷？小张他们给官府抓住了，午后便要问斩。无言，傻眼，两个都傻眼。嗯，你们两手下的小子们，今日可真有精神呢。喵，干了啥事？快跟我说了。这吞吞吐吐干什么？快说。小张他们上云村去，嫌来服侍的姑娘不好看，和乱淘宝起了争执，还动上了手。一群饭桶。上机缘给好吃的是这样呗，以后都弄别去了。对不起，我好想笑。你们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被捉的？衙门又是怎么判的？老板他们杀了人都傻了，外头刚好一队捕快经过，马上把他们捉回去啊！杀了人哦，只是那知府审都不审，抓了老板他们都直接判了斩立决。对，咱们这也是。我在外头听到淘宝到处叫嚷，老张他们打倒了几个捕快，就冲了出来。谁知外头来了一座大轿子，里头飞出了一个长髯大汉，使的兵器是极是古怪，是棍又是枪，剑端又却是毫毛，倒像是大毛笔。三两下便把老张他们打倒在地，追回了衙门。啊，我记起来了，判了老黄斩立决，正是这个黑胡子的大汉。听起来像是判官笔，可寻常武营中人用的判官笔都是短小兵刃。从没听过这么大的尺寸，你们可知道那人是谁？这听旁边几个老百姓说，那长髯大汉便是新上任的知府大人。那知府做老张他们也是审也不审，直接下狱听候处斩了。你说是知府？会武功的知府？你们几个去查查这家伙的来历。哼，敖龙丸，你那手下一边凉快去吧，我这有你想知道的东西。你知道？那杭州知府姓文，名静之，乃是六扇门出身的高手，使得一件奇门兵器，名唤芦荟巨笔，本是京师顺天府的通判，为人刚正不阿，嫉恶如仇，以严刑峻法出名，就是达官贵人他也敢办。哈哈，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文通判那个石脑筋，当年他也曾和咱们一同上书抗议秦王灭门之事。这人虽然有些尸骨不化，但也是一条敢做党上的好汉。不错，朝中那些权贵视他为眼中钉，正想随便找个理由将他调离京师衙门。恰好杭州沿海出了这群匪类，朝廷便将这个探索商云丢到了这。这文大人前脚刚进杭州城，我便留上了心。衙门那些捕快口风松得很，即便黄大下路便把话全说了出来。如今他的府邸位置、家眷亲戚，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哇塞，你好可怕哦！原来这些日子在酒楼卖唱是干这些事去了。哼，
劳伦瓦，你那里还犹豫我干什么去了？啊，那个在我后头鬼鬼祟祟小时，原来是你的人啊。嘿，还有谁啊？臭水城每次见你下山，便急着派人跟在你后头，八成是怕你去干了什么傻事。你这马脸，给我闭嘴！哦，敖广还对孟婆蛮好的嘛。敖龙王，你的好意妹妹我是心领了，不过下回记得派些行为检点些的小子，每回总是酒后乱性。妹妹，我要替他们善后，也是麻烦的很呢。你那些个蠢材！哈哈哈，妹子干得漂亮！想不到你对这刺探情报知识如此熟练。大哥过奖了，毕竟圣哥那些日子里教我的，也不只有武功。既然栖身在这此地，总是该自己让自己派上些用场嘛。孟婆语音刚落，一道冲天焰火伴随着尖锐哨音、啸音，自山脚直窜天际。哇！杭州知府带兵杀上来啦！啊，文通判可真没变，干起事来总是那么有效率。哈哈，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，咱们有客人了，让他上来。莫挡着人家的路，咱们好生款待文知府。是，妹子，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办。大哥尽管吩咐。啊，哎，哎，那其他人呢？然后没有音乐是怎样？哦，其他人已经登场是不是？阿碧道言当真在此，文知府久仰大名了。哼，大开家门又本官上来，可是想来个请君入瓮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此间山道都已被本官大军把守，尔等纵有参天羽翼，都金斗相遇，今日也是插翅难飞，难逃本官这座五指山的。这个判官出现这个剧情，幽冥路剧情其实不太意外，因为在前传的时候啊，跟几场阎王他们的对手打的时候，他有出现，而且非常的显眼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，他有对话吗？好像有，但是不多。哼，不过是个朝廷狗官，吹得好大一口气，区区匪贼还敢在此口出狂言。快快束手就擒，本官今日便要替杭州城的百姓除去心头大患，将尔等就地正法。文知府，您且去问问沿海百姓，真正侵扰他们身家性命的究竟是谁？嘿，还有什么好问？尔等打家沿海居民，烧杀掳掠，挟持东海，闹得杭州城人心惶惶，让文猛孤陋寡闻吗？这些年来，我和海龙王和旁边这个马脸，不知替我们这些窝囊官兵打退了多少伪贼，拯救了多少沿海百姓。咱们最多呢，也不过向这些百姓定情收取些回扣。只要按照咱们的规矩来，大伙都能安居乐业。哼，倭寇为祸沿海，这事自有本官来处置。尔等见缝插针，妄图从百姓的苦痛中牟利，大发战争之财，用心如此险恶，罪加一等。好的见缝插针，但老子养的这东海龙宫不用花一分一毛钱吗？文动漫，可还记得我罗游吉？老子不想和你动手，快快给老子退下山去。这些年来，本官都以为这是朝中谣言，想不到你还真的落草为寇了，罗刹！世间是非黑白，清清楚楚，你自至刚堕落，选择了黑的那面，今日也莫怪本官辣手无情。呸呸呸！你这死脑筋还真是没变，好个至刚堕落，好个是非黑白，当真要逼老子用这杆枪打醒你？哼，文知府既如此食古不化，冥顽不灵，阎王也只能用以这笔单刀会你一会了。放肆，众将士，拿下他们！嘿嘿，弟弟，咱们该上了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
不会是黑白无常吧？嘿嘿，大哥，咱们都杀点匪贼回去，文大人可又有重赏给咱们了。哎，好像是哦，长期，哎，是吧？黑白无常以前长这样哦。嘿，弟弟，你说的不错，文大人向来重赏重罚，咱们俩卖力些，升官发财，指日可待。对啦，黑白无常吧，看起来就很像啊。孟婆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真需要孟婆啊。哦，黑白无常真的很好笑哎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哎嘿嘿嘿，冰光神术啊，好啊，我又忘记开冰光神术。加官进爵，指日可待。文静之手下的官兵自小家贫，投身官府就是为了糊口。虽然位阶和武艺均不高，但因和其双胞胎兄弟长期默契十足，两人同心办事有力，让文静之很是倚重。杠去鸡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。杀！指日可待。真的，真的是黑白无常。我们文大人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惧怕你们这些小贼？我们文大人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惧怕你们这些小贼？咱们常氏兄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们今天可倒大霉了。那配音好像哪里听过哎？再听一次。咱们常氏兄弟，咱们常步步高升，就在今天。我们文大人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惧怕你们这些小贼？配音真很好笑。啊，文静之哎，大哥啊，大哥，弟弟今日要命丧于此啊！老弟别死别死，咱们一心同体，你死了我也活不了，这还是交给文大人吧。咱们快撤到后边，留着青山战，不怕没柴烧。嘿，这两个不正经的小丑，真的是官兵吗？哼！啊！火！火炮还没到位吗？大人，装备重，但我还在搬呢、啊。到山头上，估计还给一刻钟。怎么了，文知府？竟是派部下上来送死？你应该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吧？哼！好，本官。便来瞧瞧你有何本事。哎，大人别动气啊，咱们派人在上耗死这些匪贼。区区小贼，本官可还不放在眼里，你们要给本官料阵，注意周遭动静啊。是，来人啊，护好大人。来，东海龙宫和神枪会的匪贼。大人横扫千军，大人所向无敌。好嘴啊、哦！这些人，嘴炮，违纪，帅帅帅帅！跨山毒龙出，哎，毒龙出动。就小兵到后面应该是不会上到场的啦，因为后面也会有一些主力的人物会加入我们啊，像他们民风怒号、正极、直线、夜上高方、点穴、喷雷镜。文某乃是朝廷民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啊？杭州师傅就是我们高手，因个性刚直，受朝廷排挤，后跟因阻挠东厂行事，惹他杀身之祸。军军依法自己被严惩所救，对，就此对朝廷心灰意冷，而降入丰都，执掌赏罚，只用一纸金铁断柱判官笔作为武器，是刃血打血的人手。笔上朱砂碎取是鹤顶红，见血封红。OK， 被东厂追杀，这边应该还没有到，有可能是这一期就会遇到了。像每一个主线关卡大概都要
十几分钟啊。然后冰冠神术有必要用这个吗？呸！瞧瞧这狗屁世道，谁还与朝廷那帮龟儿子一道？啊，真是好用这招，直线五个，哇、哦！将孟婆汤除我风度，判罪缺言，审恩断扬。文某乃是朝廷名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啊？哦，还有加击退效果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，杀！各地的党派去向清门大户，也是我的眼神。没什么嘛。呵，颜丹琛大刀一挥，直朝文静之天灵盖斩去。文静之芦荟巨笔当空横架，霎时手上冰刃火星并发，脚下石桩碎片纷飞。哈哈，文知府果然高手，何不就此退兵，少伤人命？你我尽释前嫌，化敌为友，为那些被腐败朝廷所遗弃的老百姓共尽一份心力，岂不美哉？嘿，当真是厚颜无耻！文某乃朝廷命官，岂会和尔等匪类同流合污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！呵，文静之一声大喝，芦荟巨笔内劲突生。颜丹琛此刻内力稍些，猝不及防，竟给文静之一笔震开了一丈。不愧是有什么的高手，竟还有如此大的气力。这功力自骂还在这几年串起的铁面神捕之上。大哥，事情都办好了。哦，动作挺快的，莫妹子，可有碰上什么麻烦？大哥放心，一路上行，没那见主，也没那伤者了。哈，有你的。不过现在暂且不忙露底牌，那爷莫再试试这文知府。大胡子，你可别玩过火了。山道上的弟兄见到不少火炮，要是这国官一个下令。嘿，你且放心，这文知府既是赏罚分明，不害无辜之人，如今敌我混战，断不会贸然开炮。哼，在那窃窃私语什么？本官，对不起，本官既已将尔等逼入绝境，如今讨论什么战术都已晚了。好，文知府是阎王小看你了，来，咱们这大战300回合。大人啊，真也到了。好，众将士，随本官剿匪。是，大哥，我也来帮忙。好，咱们上。莫剑师双手扬舞数十飞剑，朝文静之周身破绽如游戏般激射而出。文静之双眉一挑，芦荟巨笔飞快舞动，将飞剑全数弹开。凤羽飞翔，你是聂胜的什么人？小女子正要向你请教这事，你可曾见过他？本官可没有义务告诉你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快快说来。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奇怪欸，真奇怪。你还真的告诉他了？他是我的夫君。一派胡言！我那聂师兄乃忠义之士，岂会与这山野贼寇成了夫妻？山野贼寇，哼，只怕也好过你们朝廷命官。你，你们朝廷为了逼问我夫君的下落，对我百般折磨。要不是你口中这些山野贼寇救了我，我可没有办法再听你这些说这些话。秦王灭门之后，本官便没再见过他了。是吗？本官虽不知你如何认识我那聂师兄，但与其继续在这些匪类为伍，不如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。本官极力替你伸冤便是。哼，伸冤？文大人，办得过锦衣卫吗？办得了当今圣上吗？
话本里那些 B 上梁上的故事，本不是空穴来风，小女子还是待在这来得自在些。爸，你既然执迷不悟，要与这些匪徒同流合污，便莫怪本官不对你网开一面。快跑哦！哇，糟糕，我怕孟博被干掉。枪枪枪！直接把他戳死。哇，我撑着点，我知道你行的。孩子，娘一定会找到你。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，杀！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，杀！公孙武剑，哦，好强哦！为什么会有800滴扣血？是因为我装备了一个武器，它只要打敌人就会扣800滴血，所以这招我觉得非常好用，超赞的这招。阴风怒号，哇！开水白菜，所有人停手！文大人已败到阎魔手上，快快退兵！啊！所向无力的文大人竟然败了。无错，我是败的，可我曹官军可没败。众将士后撤，神火队就位。哎呀呀呀，慢着慢着，别开火，别开火，大人还给他们拿着呢。莫管本官，快开火灭了这些匪类。大人爱惜自己的性命啊，莫开火，莫开火啊！喂，老大哥，这下如何？咱们可没本钱对付这么多火炮啊！文知府，诺尼还想见到你的家人，严某劝你还是快快收兵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家人如今正在咱们手中，严某竟是小汉子，不想多伤人命。本想以江湖规矩拜了你了结此事，可你既想玉石俱焚，严某也只能出此下策，还请文知府好自为之。一派胡言！你以为本官会屈居在你们这些匪徒毫无根据的威逼恫吓之下吗？趁早！啊，大人大人，府里报了急讯，夫人和公子真给人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文知府，你若愿意退兵，并且答应日后不再找咱们麻烦，严某向你担保，定会将夫人和公子安全送还。严某也会尽力约束弟兄，不在你杭州府治下添乱。咱们各退一步，谁也不亏，如何？传令下去，收兵。那我都听到了，算了算了，回家领赏了。哎呀！老弟，你这蠢脑袋，文大人还在，这话能这么说吗？收兵，收兵！大人下令收兵了、啊，来个人去传府大人啊！你当真卑鄙无耻！孟妹子，你去放了他们。是大哥。爷们一向说话算话，究竟卑不卑鄙？文知府，你自个去评断吧。哇，好啦，这期到这边结束啊。大家有心的紫金笔，有些那个特殊道具真的要买一下，像我刚才就买了一个这个血玲珑，一人心短。好啦，这期到这结束啦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欢迎到影片左上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下右下角的订阅小框框把铃铛打开，也谢谢大家支持啊，也欢迎到我粉丝页按着赞，你说中最新的消息，谢谢大家自己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